没事。啊，我吃了。不行，快吃！你快吃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翁。大家好，我是粽子。欢迎来到小馋玩具屋。小朋友们，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。端午节是吃什么的节日呢？吃粽子，是娃娃最喜欢的吃粽子的节日哦。那娃娃，你最喜欢吃？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？咸的啊，还是甜的？那肯定是甜粽子，咸粽子没法吃。为什么？咸粽子不好吃。你对咸粽子有偏见。粽子本来是个糯米，它就是甜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再加上咸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肉粽。好嫌弃你。哎，你这好烦啊！我最喜欢吃肉粽啊，还有蛋黄粽之类的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兔子哥哥特别的贴心，给我们买来了很多很多种类的粽子哦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试一试哪个粽子最好吃。嗯，好吧，那我们我想从这个开始。这啥玩意儿？肯德基竟然也出了粽子哦，我对这个很感兴趣，我想看看肯德基的，难道是炸鸡味道的吗？炸鸡味道的没法吃。炸鸡吗？这里是，一个大蛋黄，还有一点肉粒可能。哎，我这个也是，好像是咸呼啦鸡的那种。那我要试一试喽。有点腥，其实有点腥这个味道。哎呀，我这个蛋黄都流油了。哎，我这也是蛋黄。我觉得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啊。哎，虽然我不喜欢吃这个味道，但是我好奇这个肉粒是什么味。不能浪费粮食了。啊，竟然是肥肉的。不是肥肉，瘦肉，红烧肉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觉得肯德基这个蛋黄肉粽是非常好吃的，还是我很喜欢。娃娃只能接受甜粽子，那么娃娃，我来拯救你，我们来试试这个吧，好不好？这个呢，它画，这个它画的就很漂亮，很像那种台湾的麻薯小吃。不行，我要先小朋友们念一下，这些都是什么味道？有咖啡牛奶、草莓酸奶、抹茶蔓越莓酱，还有柠檬奶酪芒果酱的水晶粽。哇塞！赶快打开看一看，这个应该是抹茶蔓越莓的，你吃的是那个是柠檬芒果的，应该是。啊，这个那看可能就非常的好。哇，里面是这样子的，像果冻，好神奇啊！来，我给它戳开看一下是什么。我觉得我只能直接咬了，我们这层好奇怪啊。好像不是米，我要尝尝里面的馅。里面馅还是很好吃的，外面这个冰皮我觉得有点像果冻的口感，但又有点像塑料的口感。刚刚我们吃的两种粽子呢，都是打开就可以吃的，现在还有三种粽子呢，是必须得加热的。我们给小朋友们看一下都是什么粽子。这个呢是酱汁排骨哦。我都难以想象酱汁排骨出来是什么味道，又是肉粽，不过我还是很期待。然后我手里呢有两个特别漂亮的，对，是这样子的火炬形状的。对，这个呢是三米四豆五果粽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坚果或者说粗粮一样的东西。你那个呢？真品大果仁粽。这儿还有一个娃娃可能接受不了的粽子，叫做咖喱牛肉粽。牛肉就算了，它还咖喱。咖喱牛肉，印度风味哦。那我们现在去加热一下，马上品尝一下吧。噔噔噔，我们的粽子已经全部都煮好了，看一看跟刚刚的肯德基的那个蛋黄肉馅的有什么区别。我怎么一颗肉都没有看到？我也没有看到。它可能是在中间，它可能在中间最中心的地方在包着。我已经挖到了。看到我们的排骨肉了吗？哇塞，娃娃你已经挖到了，我要试一试了。这个肉我觉得有点腥，对我来说，你觉得呢？好吃吗？不是很好吃，还不如肯德基那个好吃，你觉得呢？刚刚的肉粽呢，我们两个觉得都一般，对不对？他我是觉得很腥，他觉得肉粽都不好吃，都不好吃。我们两个换换口味吃这个吧，好吧。这个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五谷的粽子，我们来尝一尝。爸爸还准备了白糖，对不对？吃
粽子，是甜粽子，怎么可能也没有白糖呢？倒到我的米奇的小耳朵里，我们来尝一尝。这是甜粽，这个一闻就有一股红枣的味道。哎，我都不想用这个勺子，这勺子上还有肉粽的，哎呀，一端干啥呀？肉粽也很好吃。我来尝一尝这个无骨的粽子怎么样？您是无骨的吗？我这是三明治的无骨的，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粮食，还有果仁。还可以，我觉得甜粽肯定。可是我还是觉得那蛋黄的粽子好吃，打七分。好，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，我打七分。好吃。你打几分？十一分。娃娃已经不想拆开最后一个来吃了，不想挑战了。这个粽子它是那个咖喱牛肉。对，咖喱牛肉这种粽子没法吃。咖喱牛肉，让我们来试一试。我对它很有兴趣，非常感兴趣。你看这里呢，是都是牛肉粒，然后这边的粽子都是那种焦糖色吗？黄色的，就是咖喱的颜色。我来试一试，是一块牛肉。好吃。这个味道真的是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。我实在找不出来有什么品种。那都已经傻了。今天呢，我和娃娃一起尝了五种粽子哦。粽子。娃娃依旧觉得咸粽子是很可怕的存在。这怎么？以后你还吃吗？不吃。再也不吃啊。咸粽子这种东西不没法吃。不要着急，还有新的粽子来了。是啥？这什么粽子？看盒子还挺好看。怎么又有粽子？还是贝龙。辣条粽子，还确认过眼神呢。兔子哥哥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额外的惊喜。哇，这什么味儿？哦，这写的是要加热20分钟才可以哦，要加热20分钟。是是是，我们两个都是辣条粽子。那我们先去加热，回来试试味道怎么样？走吧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粽子已经煮好了，辣条味道的。其实我也很害怕，虽然我爱吃肉粽，但这个辣味的，很刺鼻的辣味。哇，这个是个鸭脖吗？腊肠，腊肠，腊肠，腊肠。Sorry， 小朋友们，是腊肠哦。哦。是一个，是一个。我这也有。你没吃。我吃了。不行，快吃。肉还可以的，肉还可以的。你觉得跟前面比哪个好？这个比肉粽还要在黑暗料理上好多倍。我觉得其实这个肉是很好吃的，但是这个米呢，因为加辣椒就很奇怪。今天呢，我和娃娃现在是终于品尝完了，总共有6种口味的，其中有2种是甜的，一个是娃娃喜欢的这个像麻薯一样的甜点的粽子，还有一个是无骨的。那其他的全都是肉粽，我要评出我心中第一名，就是那个咖喱牛肉。我要嫌弃你。反正我觉得咖喱牛肉是第一名，那你的心中第一名是哪个？五谷那个。五谷那个是第一名，然后这个是第二名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下次再见。拜拜。